回来，但是我无囝出世，自细汉享受荣华富贵，父母疼惜有加。我细汉之时，听到圣贤书，乡亲交代言语，字字句句我谨记在心，只希望日后会当我国京城再调为官。功耀功名，予我父母也会当享受天伦之乐。今天来到外面的所在，有三观水级别，应该会算家长就是了。用不恭敬的手段，有分明的来救人啊！快死！哎呦！